大家好，我是钟师傅，今天做猪肝粉肠汤河粉。粉肠用水龙头灌水，用手一夹，清洗干净。猪肝切片，粉肠用刀轻轻地敲几下，再切成小段子。下盐、胡椒粉、一点点姜、下点干生粉捞匀、搞点单纯的花生油继续抓匀。洗好的青菜5毛钱的粉抓匀，洗好的青菜5毛钱的粉，锅洗净，下正经的花生油，下猪肝粉肠，用82年的木炭炒20秒，加入4块钱一吨不怎么好喝的自来水，用盐、鸡粉、白糖调味。下粉煮10秒钟即可出锅。一碗汤河粉，天涯何处觅知音？你学会了吗？点关注不迷路，小钟带你上高速。